奥运会呢正在伦敦激情上演，而在上海，奥运藏品展昨天在香山美术馆开幕了。其中，今年奥运会中国代表团入场礼服成为了最大的看点。展厅中央陈列的十件北京奥运会和伦敦奥运会上中国代表团的礼服吸引了很多参观者。虽然都是红黄两色，但仔细一看，面料、款式、配件都不相同。比如伦敦奥运礼服的纽扣都是24K 镀金的，而且采用了有弹性、更透气的面料，看起来更为修身。此外，展品中还包括萨马兰奇、顾拜旦、罗格的绒绣像，以及中国两次申报奥运会的材料。展览将持续到8月17号。记者张海燕报道。